请转动。看好巴黎台北港区的多项优势，新北市宣布台北港特定区第二种产业专用区招商案投资启动，携手物流、玻璃等企业打造智慧产业园区。巴黎因为淡江大桥、巴黎轻轨以及未来的105，所以这一次新竹物流以及辉达玻璃公司快速精准投资我们的产业用地，在2.4公顷里面投资了24亿。智慧制造与智慧物流结合，不只为巴黎带来产业新风貌，也预估能够创造将近600个就业机会。尤其随着当地交通设施逐渐完善，也强化了企业投资的信心，间接带动人口与观光的发展。结合我们巴黎最有名的博物馆、左岸风景，还有漂亮的文化公园，带动巴黎的产业从观光休闲以及物流还有智慧，未来一定可以期待的。去年虽然遭逢疫情，新北市的招商没有停歇，荣获财政部公建招商第一名。未来十年除了巴黎台北港，还有新店宝高园区的招商都持续进行，期盼新北越来越繁荣。记者刘世伟、张文宇，新北市报道。